的了。基本上准备好，其实还没有，我准备开始理我的行李。为什么理行李呢？因为这个周末我们要去滑雪，是不是很开心？我也觉得。现在已经2:10了，马上，我跟他们约了3:30集合，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开始收拾，所以我现在要暴风吸入我的行李。我觉得，可以收完的。现在是3:00了已经，然后我收拾完了，我现在带你看一下我收拾的怎么样。就毛衣、化妆品、化妆棉、沐浴露，这怎么有个头发？保暖的裤子，这条是我妈说里面有8层羽绒的神器裤子，然后好像很暖，优衣库的保暖内衣，然后下面是一件很厚的羽绒服，搞定。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到 Yonkers 了，有人在吃冰淇淋，所以他没有收到。等会还要开2个半小时。我们司机辛苦了。Yonkers， Wyndham 姐，拜拜。破冰，我叫 Harrison。2020届 IDM， 不是为什么我们这群人会出现在一起，在一起玩？不是，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定义哪一届的人，我是23还是21呢？在 SPS 的什么 business？ 你叫什么？树康辉，大树 ，Tree。我是2020的。好紧，好紧张。我已经好紧张了，感觉很面试。我的专业是摄影。我叫吴佩妍。你叫什么？不要害羞呀！这么紧张？我叫李佩，我可以叫我小白，我的专业是 IDM， 2021届。大家好，这个太自然了。我是2021届的。你不用假装，其实你不用假装，在一点原理你演瞎话，我演亚当。你不用顾虑，其实你不用顾虑。月亮代表我陪你在月光下面沐浴。You are my motivation， 现在打给我最好的 baby girl， you know my situation。 你是钢琴上的36个黑键，你的出现填补旋律上的缺陷，你是张被我无限循环的老师。好了，我们到了，我们4点钟出发的，到了10点，6个小时20分钟，开了也太久了。本身是2个半小时的车程。Well, hello. Hi, how are you? Hi. Yeah, very talented. Nice. 好学的孩子。Yeah. It's a crazy area. You guys hear that? Yeah. Yeah. That's some bullshit. That's crazy. Yeah. But from all the coun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Green County is the worst. This is Green County. Green County.起得太晚了，现在已经早上9:58。Eat food. Help yourself. 我要吃早饭了，大家 say hi 吧。Hi. Hi. 他眼睛太红了，我眼睛很红，不知道为什么。Let's go. That's right. 那怎么样了？杂乱的男生房间。
要拍吗？咋了？没说过啥。天哪，我看起来有点。不走，来吧。我们出发了。感觉我看起来有点。咋了？感觉有点像杀马。美丽。Hello。从来不急都告诉你，和你一起爬过山顶，住过海里，难免粗心，失了你，难过开心你都参与，笑到抽筋，哭到决堤。车，哎呦呦呦，好像就是在那个后面的高高的雪道，但可能不适合我这种没有滑雪的人。遥远的小山坡，哎呀，当心后面有超车的。现在时速8度，然后我没有买手套，所以我的手已经冻死了。是的，我刚刚也是超级。专业滑雪队，雨欣裹得像个粽子，但我还是冷。小脑安排了 shuttle bus 给我坐了，太冷了，太冷了，真的。到了。我们现在去租滑雪用具。然后等一下去买滑雪裤。我现在步行困难，现在怎么走？我租好了，然后我现在被那个人卡的这个头盔像我扎了一个松马尾一样。现在已经下午1点了，我们刚刚买好滑雪裤，我们终于万事俱备，然后把东西也存完了，体力耗时还没开始滑雪，我被卡进了一只脚，我也是，我摔了两跤了。曼拉吉一跤都没有摔，他只是往后倒。风影思念魔咒，过往我保留，也没期待。我觉得我是来滑雪的，我是来走雪的。好难啊！是的，小丁。小树也上不去了。老丁已经学会了向后滑，并且能够挺住了。但是我刚刚摔倒，滑了一下。第一轮滑雪滑完了，我摔了两跤。然后我们现在在买吃的。我无尽下坠，当路灯断了电，我被抽离到过去。是的，大口吃肉，正好。我左右在迟疑，世界倾斜，我们回到故事里。美食，100分，满分100分，美食测评，五星好评。放下身段祈求，温德普吃播，温德普吃播，好，第二根，好，第二根，开始，好的，抛下我，放弃我，我发色很多色，多帅，超赞的，太漂亮了！
Hello。哎。耶。保住我。我们那个滑雪场要关门了，今天人生第一次滑雪，不在七星滑雪场，在一个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大自然里，万一这个摔下去死了怎么办？哦，这超级怕，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只剩下我和小白两个人还在山上。中式简餐，你们要不说一下吧？中式简餐，中式快餐。哦，我的表情。教材。So I lied to my mom and dad.周日下午1点，我们才到雪场，因为今天大家都睡得很晚，刚着车。真就结冰了？啊？牙齿痛。你就踹他一脚。对，你踹人家一脚干嘛呀？下意识。叔叔今天是摄影师，因为他昨天脚受伤了，所以他今天不能滑。现在来看第一位选手，优秀的奖选手。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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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玩一点别的好玩的，到时候去那边。然后我们问那个卖票的姐姐，她说这个票是买2小时40块钱，所以就是2小时我们可以滑无数次。这个要滑多少次啊？会不会滑晕？完了，这对招。我们上路了。这个票卖2小时，有点像过山车，就是它会有那种失重感。反正我肚子就是到一半的时候非常的痒。真的好喝，那种阿帕特的感觉。哎呀，你这个是偶像包袱太重了，太重了。没有头盔我就死了。我也是。没有头盔都死了。我跟吴凡这都摔的眼泪都出来了。是不是眼泪都出来了？我也是。等下我吃饭很好吃。太爽了吧！我想听林俊杰。这是林俊杰。我听江南。就打林俊杰。我简直无法想象林俊杰唱这首歌，我也是。真的画面。是的。哎呦，哦，你露个头嘞。只有几台。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in a broke down car. 4 years no calls. Now you're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 I can't stop. No, I can't stop. So baby, pull me closer in the backseat of your Rover that I know you can't afford. Bite that tattoo on your shoulder.The sheets right off the corner of the mattress
pictures that you stole from your roommate back in Bou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 这边是曼哈顿，我们即将要去的地方。